男人一抬胳膊，顿时喷出一股水浪，吓得女人哇哇大叫。大壮急忙转身，把桌子冲洗干净。外卖小哥刚进来就被呲了一脸。就在刚刚，大壮跟女友约会时，他的腋下竟然湿了一片。女友让他拿个遥控器，他双手夹住，跟僵尸差不多。怎么这么奇怪？随后又让他拿薯片，他一用力打翻一半后，把薯片拿了过来。女友觉得肩膀太高，让大壮搂着她看电视。可刚一抬胳膊，就喷出一股水浪，比高压水枪还厉害，差点把他熏晕过去。女友见状，急忙从包里掏出520胶水，打开盖子，朝腋下轻轻一喷，顿时就把汗毛孔粘住了。他这才如释重负。可扭头一看，屋里的水有1米多深，都可以养鱼了。于是把水洒到草地上。老人打算喝水，突然看到地上有个头，往旁边一看，又一颗头钻了出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随后接二连三的头冒了出来，眨眼间就长出一大片，还不停地嘲笑老人。他非常生气，转身把水泼到男人脸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腋下真能喷出这么多水吗？小伙刚一张嘴就被怪物抓走了。这只鹦鹉刚想说话，也没能幸免于难，就连主人也没放过，因为这是一架夺命航班，里面藏着一只怪物。他对声音非常敏感，只要发出声音就会被怪物抓走。老头想跟美女搭讪，立马就被严厉警告。女孩正跟闺蜜聊天，下一秒手机就被没收，扔到茶壶里。这个孩子不停地挣扎，马上要哭了。空姐见状，急忙上前阻止，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。可这个小伙不信邪，随后他就被抓走了。眼镜哥把香港脚放到前面，熏得老太太直流眼泪，他不小心打了个嗝，紧接着就不见了，吓得小姑娘不停地念阿弥陀佛，祈求上帝保佑。这只鹦鹉刚学会说话，想打个招呼，主人一声大叫也紧随其后。旁边的女士急忙拎起鱼，幸好她不会说话。空少跟妈妈说想吃红烧肉，不料也没能幸免于难。一个巨人坐在大楼上，手里拿着比碗还大的盆，随后舀了一勺米饭，张开樱桃小口就塞了进去，满满的幸福感。不过他的饭盆比一间屋子还大，还吃这么多，我肯定养不起他。吃饱了就要运动下，站在天桥上不停地跳来跳去，还挥动着手臂。原来他在看比赛，可惜的是他喜欢的队伍输了。唯一的好处是从来不用买门票。随后系好鞋带，稍微热下身，紧接着一个助跑，腰部一用力就从大楼上跃了过去，希望没有砸到人，然后躺在湖边休息下，喝口水润润喉咙。可一张嘴，顿时刮起一阵狂风，阿姨的帽子都被吹跑了。休息半天后，跟同学一起跨过马路，打算去上学。可经过一栋大楼时，发现还没化妆，于是从包里拿出修眉夹，往眼皮上一扣，用力一夹，就出现2米长的睫毛。随后往脸蛋上抹了点腮红，再涂上大红色的口红，标准一个大美女。又把马尾辫解开，露出满头的秀发，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老人把云彩当宠物，每天都带着遛弯，手在上面轻轻一摸，就哗哗的掉下无数彩虹糖，味道非常不错。这时一个小伙路过，也想吃彩虹糖，上来就给云朵按摩，没想到云朵非常生气，眨眼间就变成了乌云，随后射出一道闪电，将男人电飞出去，还传来一股烤肉的味道。即便这样，他还不忘吃口彩虹糖。云朵非常爱干净，会定期修剪羊毛，小姐姐一推子下去，羊毛就飘到了空中，看得她眼睛都直了。下一秒就掉下无数彩虹糖，老人说可以随便吃。她吃了一颗后，顿时有了个邪恶的想法，把理发器调到最大档，随后羊毛呼呼的往上飘。老人离开时，云朵都瘦了3圈，而小姐姐还在屋里接着彩虹糖。由于羊毛剪得太多，云朵都冻感冒了，身体变成了黑色，里面还蕴藏着无数闪电。老人带他来到诊所，医生拿出牲口专用的大针管，哭哧就是一下，看得老人直咧嘴。不过医生技术非常好，下一秒云朵就飘到空中，身体又恢复成白色，还吐出一堆彩虹糖来奖励医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？这是人人向往的超人学校。黄毛看了眼女神屁股，下一秒他就冻成了冰雕。面条哥优雅地做了3个后空翻，就来到众人面前，随后带着他们参加超人分班考试。第一个上台的是眼镜哥，只见他双臂一用力就变成了石头人，原来他是盾山的弟弟，挺不错嘛，看看你的力量怎么样。随后就下来一辆汽车，不过还是被他稳稳接住，非常不错，进超人班。男人一撅撅嘴吐出一口浓痰，这也太恶心了，必须学渣班。老师，你再看看，柱子竟然腐蚀个大洞，必须超人班。小伙站在台上非常害怕，身子一软，趴在地上变成了番茄酱。就这，去学渣班。小伙一个后空翻变成了足球，这有什么用？去学渣班。帽子哥双手叉腰，竟然变成了老师。这个进超人班，没人反对吧？还友好的拍了下他的屁股。紫色衣服的小鬼，快点上来！你有什么超能力？我也会变身，会变什么？来一个看看！他弯下腰，身子一缩，就变成一只仓鼠。能变小白兔吗？不会。那变成恐龙呢？也不会。小老鼠有什么用？去学渣班。他灰溜溜的逃走了。八条手臂的蜘蛛侠进了超人班，只会发光的小伙进了学渣班。小帅，你有什么超能力？老师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其实我什么也不会，你逗我玩呢。随后掏出遥控器，按下开关，汽车就砸了下来。幸好小帅躲得快，要不就成肉饼了。看来没继承你爸的神力，那你肯定会飞。随后又按下按钮，把小帅弹飞出去，重重的摔到墙上，最少折了3根肋骨。看来你真的啥也不会，只能去学渣班了。蓝衣服的小鬼，快点上来！我不上去，这种比赛毫无意义，竟然敢质疑我，必须学渣班。而他拥有最强的超能力，晚上乘坐一株小树爬到楼顶去安慰小帅。他能控制植物快速生长，是当之无愧的女王。如果给你一个选择，你想要哪种超能力呢？男孩一低头，身体慢慢溶解，就从车里跑了出来，然后一转身，汽车撞上他后，竟然凹了进去，眨眼间分解成无数零部件，而男孩一点事都没有。女孩见状，手一伸，急忙刹住车，然后挂上倒档，快速退了回去。原来他有隔空取物的超能力。他们又租了辆车，可敌人还是跟了上来。男孩打开后备箱，小手一伸，后面的车就晃来晃去。可他们还没有放弃。男孩见状，双手用力，顿时地面裂开一条缝隙，还在快速蔓延。后面的车摇摇晃晃，一不留神从高速上栽了下去。可还有一辆车跟着。男孩双手一摆，飞来一棵大树，正好拦在路上。几人这才长舒一口气。原来一种可怕的病毒席卷全球，部分幸存下来的儿童有了超能力。女孩小手一伸，桌子就飞了起来。小伙伸出手指，就冒出一阵电流。男人小嘴一张，变得通红，就喷出无数火焰。可他们非常不幸，如果被人发现，就会被拉到集中营关起来。小伙想逃跑，被一枪干翻在地。他非常生气，缓缓抬起头，眼中冒出绿光，机关枪一点点向上抬。随后就听到一声枪响。原来他能控制别人大脑，而迎接他的则是一顿胖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被关1年就能获得超能力，你愿不愿意尝试下呢？